玩着瀑布溜滑梯啊。嗯。我不想成你妹，因为。咚咚咚。等等那我们等一下先去买一个饼干吧，买一个饼干要分那个小叔他们吃。哦，是谁？啊？哦，是谁一直抓我的屁股？嗯，是谁？哦，小心，慢慢走，慢慢走。小伯伟，那是小伯伟啊。上来这边，上来这边。还想躲在下面，我看到了。好，要跑去哪里？哦，小博伟，哦，小博伟。啊，吴信义，走了，我们去买东西了。你要去买饼干给小叔吃啊，因为小叔去从大陆回来，有买礼。